有恋爱男神，听听他唱。来，请唱。啊，一路上有你。啊，学友哥。你知道吗？爱你并不容易，还需要很多勇气。你好 ，echo 很大，不错，这个不错，很认真哎。好多话说不出去，就是怕你负担不起。你相信吗？这一生遇见你，是上辈子我欠你的。还不错，是天意吧，让我爱上你，再又让你离我而去。我深情。轮回里早已注定，今生就该我还给你一颗心，在风雨里飘来飘去，都是为了你。一路上有你，苦一点也愿意，就算是为了分离与我相遇。想有你，痛一点也愿意，就算这辈子注定要和你分离。一路上有你，苦一点也愿意，就算只能在梦里拥抱你。哎呦，哎，这个也是拼了。哎，我觉得他们根本就不想输。对。真的声音感，他这个恋爱男神，他那个歌声的声线，他比较浑厚，有撕裂感，而且他中气比较足，感觉身体比较好。对，他对，而且他一定刚入行，而且他们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他们都很想出来。对，出来去哪？出来2070，出来2070，是，想出来那个跑。你觉得呢？你觉得？我觉得这个声音听起来一定是肌肉男，长相是肌肉男，对，一定不会是白白。因为就觉得他有在运动，对，听起来就觉得。可是他最后尾音有一点抖，可能后继无力哦。这么怪，那个虚虚的2050虚虚。可是他做比较久，他比较有经验啊，有时候找比较有经验。你这招谁对不对？对，认不出他是谁。有没有看到？是一个什么样的男神呢？来来来来来，我们看一下男神2060恋爱男神，欢迎他。今天才到店里来上班的。对啊。